他惆怅，勾勒所有人的眼光，举手投足令所有的人遐想，一开口就融化，让所有耳朵疯狂。才看见，怎么无法停止想象？闭上眼，屏住呼吸，却更紧张。有多想获得你专属的青睐？说爱我，带我去你的未来。今天我真是太开心了，来，预祝我们合作愉快。来来来来来，干了！嗯，谢谢陈董。不用谢，我跟你们刘总裁交情那么好，这生意不给你们做，要给谁做呀？啊？这家的豆瓣鱼是最地道的。哎呀，陈董不用这么客气，我自己来就好了。在商场上讲的就是信任，我信任你们，才愿意把产品交给你们卖。而且我不但让你们卖我的商品，还介绍新的客户黄董、王董给你们。像我这么好的合作伙伴，现在真的很难找了。你说是吧？真的是谢谢陈董抬爱，介绍给我们这么多机会。别客气，我是看黄董的医美产品、王董的健身器材，品质都是一等一的好。给好朋友牵线是我的兴趣，我这个人就是喜欢追求双赢，就像我公司旗下的生技产品，啊，绝对童叟无欺。我赚钱，客人重振雄风，也是双赢啊！好一个重振雄风啊！如果你们有需要，跟我说，我送你们几瓶啊！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喝酒喝酒啊！喂，你好，我马上就到。啊，抱歉，陈董。我有点事，要马上赶过去，你们慢慢唱啊。对不起啊，我有事先走了。啊，走了。我喝。啊。明儿姐，你们几个也自己找机会脱身吧，知道吗？他们都喝的。结束了吗？我在等你。哎，我肚子好痛啊！哎呀，你没事吧？太痛了，我觉得要去医院。哦，好，那个佳佳，走吧。哦，哎，走了。喂，走了。陈董，周玲她肚子不舒服，我们两个要带她去医院看看。啊。他不舒服，让我司机送他就是了。不用了，我们自己走就好。你叫林飞是吗？啊。我们也唱首歌啊，来。干嘛呀？
林飞还没出来吗？林飞，赵林怎么办？怎么会这样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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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赵林
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信给于其然的？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好了，别装傻了。你喝醉那天都说了什么，自己都不记得了。完了完了，我说了什么？他到底知道什么呀？看来你是真的不记得了。其实呢。 给于其然写信的那个人根本就不是林飞，而是你这个家伙，对不对？你要不要解释一下？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嘛，我不是故意说谎的。但你已经说了呀。一开始我只是觉得学长太可怜了。 他一直在等菲菲的回信，可是菲菲根本就没有看过那些信。啊，所以你就假装自己是林飞，帮他回信是吧？我那是逼不得已的。你说谎。你明明就是暗恋着于其然吧？对，我就是个骗子。我欺骗了学长的感情。 我还在菲菲面前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，我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无耻的女人。我都鄙视我自己。哎呀，我说，你别哭了，行不行？哎，你这个样子，别人还以为我在欺负你呢。这么多年来，这个秘密一直藏在我心里这么多年。 你不知道我有多苦，我以为我这辈子再也见不到学长了。我以为那些信会跟我一起进棺材，可是我在公司又遇到学长了，他还是那样喜欢着菲菲，根本就不知道我才是真正喜欢他的那个人。 而我，还是那么的丢人现眼。现在还被你发现了我的秘密，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笑的人了。我怎么还不睡着呀？哎呀，好了，行了，啊，给，那个。 我向你保证，我不会说出去的，啊，别哭了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你会帮我保守秘密是吗？是真的吗？那非同小可是怎么回事？你还知道非同小可的事？算了。
我都跟你说了这么多事情了，也不差说这一件了。我在上大学的时候，在一个聊天网站上认识了一个叫做其实不然的人。你知道吗？其实不然就是学长。 啊，是吗？与其说学长是我的初恋，其实不然才是我的初恋。其实不然，真的是你的初恋吗？小的时候，我帮菲菲回信，学长当然以为我是菲菲了。但是大学的时候。 我不再是菲菲了，我是非同小可。我不再是她的替身了。那两年，是我最开心的时候了。如果他知道，其实不然根本不是于熙然，而是我的话。蓝天，如果你是学长，如果你知道真相，你会原谅我吗？我。 喂，周琳，你们不是在吃饭吗？怎么会这样？你们在哪儿吃饭？我马上过去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待会儿见啊。菲菲出事了，你能不能送我过去啊？快点，快点啊！哦，东西没拿。快点！ 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怎么了？怎么办啊？菲菲没接电话，学长也没有接电话。别担心，于其然在的话，应该没事的。淑菲。 喂，学长，菲菲有没有跟你在一起啊？我打他电话，他不接。哦，他在我车上。刚才没注意到电话。哦，刚才周琳给我打电话，说菲菲出事了，他现在怎么样？放心吧，他现在没事，不要担心了。啊，那你们现在在哪儿？蓝天带我过去。你们现在不用过来了，我一会儿送他回家。没事的。好，拜拜。 林飞，我现在送你回家好吗？林飞。 你手机在响，不接吗？喂，妈。林飞，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回家？我刚刚打电话给淑菲，她说你跟领导去吃饭了，没事吧？你一个女孩子在外面，一定要处处小心，那什么应酬啊、饭局的，能避就避。 虽然是领导，但是这些人还是有很多没安好心的。淑菲那个丫头啊，我倒不担心，要是有人敢欺负她，肯定没有好下场的。但是你就不一样了，柔柔弱弱的，看起来就很好欺负。林飞，林飞，你在听妈妈说话吗？妈，我没事，我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，没有人欺负我。 真没事吗？怎么你的声音听起来好像不太对劲啊？我前两天感冒了。早晚天凉，要多穿点衣服，知道吗？妈。嗯。谢谢你。这傻丫头，啊，不说了，赶快回家，知道吗？嗯，妈再见。再见。
想哭就哭出来吧，会好受一点。有些人有些事其实不需要看得太清楚的。喂，不戴眼镜的你也挺好看的嘛。那些人喝完酒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，大声说话还发酒疯，就好像他一样。你这个没用的女人啊，自从我娶了你，我有一天好没有啊？你就知道胡搅蛮缠，你把我整成什么样了？就是要哭，跟我说呀，告诉我，走开。都是我的错，别打他！爹，妈，背着我干些什么？跟我说，说，告诉我，你说呀，说，你这样不说话，什么意思？想死吗你？我今天就揍死你！我让你死个明白，怕死是吧？你回来！回来！没事了，没事了，现在都没事了。都怪我太大意了，我应该陪着你去的。不管你淑芬，今天还好有他在。要是他不在的话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是说学长吗？淑芬，他一直都在保护我。哦，那你喜欢他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以后再也不能被欺负了。一件事抓紧。好的，我先去给你准备资料。好，去吧。林飞，你行啊，啊，不就吃个饭吗？也能把陈董给得罪了？何总监早。哼，你来的正好，你给我解释一下，昨天为什么提前离开？剩下这帮没有见识的菜鸟在那儿，还把陈董给得罪了。怎么会把陈董给得罪了？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了？哼，这个林飞资历比谁都浅，架子可比谁都大啊。不就吃个饭吗？把你委屈得不得了了是吧？还说什么自己不是陪酒的，居然还拿酒泼了陈董一脸。彭总监对不起啊，我昨天晚上有一点不舒服，所以就提前走了。我以为待人接物的道理大家都是懂的，是我疏忽了，真的是很抱歉。你不应该只跟黄总监道歉吧？这是我的助理，你带上这帮小孩去吃饭，自己还先跑了，要是出了点什么事，你负得了责吗？哼，说什么呢？不就吃个饭吗？能怎样？姻缘姐，真对不起，昨天黄总监通知的也比较急，而且还要多找些人，我才找林飞他们一起的。哟，黄总监，你这是不是电视购物做多了？不光要求货品火速到货，就连陪吃陪喝陪酒这种事也要上门服务啊。
荒唐，不就是吃个饭吗？啊，被你说成这样，要是传出去了，还能听吗？到底是吃饭，还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你比我更清楚吧？我实在是想不起来，我们的主持人条约里头有陪吃陪喝这项义务啊。黄总监，要不你提醒提醒我，是哪一条哪一款里有这项规定的？于总监，黄总监，我找你有事。佳佳，马上开会了。哦，林飞呀，这件事你也有问题，你也得学习学习某人，不想陪酒也不知道装病装傻什么的，哪有你这么实在的，让你干嘛就干嘛。回头哪天给你个酒店房卡，你也去啊。我知道了，我以后自己会注意的。这件事情你找我麻烦就不对了，陈东可是总裁的人。我不管他是谁的人，他都别想在家有购物做生意了。这件事如果总裁来问，就推到我身上来。也不知道菲菲会不会因为昨晚的事进入麻烦。对。哎，我说淑菲啊，你磨磨蹭蹭的干什么呢？手脚能不能麻利点？哦。什么？你脑子是不是被猪吃了？这个杜大伟简直是人头猪脑，把外拍的衣服竟然留在公司里面。那个谁，你说你呢？现在赶快把这个衣服给他送过去。哦哦哦！哎，磨蹭什么呢？现在马上滚！滚呐！哎呀，淑菲啊，淑菲，你怎么还不来呀？再不来太阳就下山了。哎呀，这都几点了？哎呀，真是。喂，你到哪儿了？啊，大伟哥，我就在你后面呢。哎呦，大伟哥，我说你怎么那么慢呀？你知不知道你再晚一点，这天黑了就拍不了了。不好意思，拿着拿着拿着。啊，我来吧。哎呀，我来我来，你快走快走快走。哦，好。哎，艾米，来，快点拍照了。要拍了。对。可我现在有点口渴，我想去买点水喝。啊，等一下，淑菲，快去买水。哦。快点，给我。快点去买水。马上马上。那待会儿就开始了啊。好嘞。等我一下啊，你让我搭一下。啊，对，对对对，要看镜头，对，微笑，淑菲，帮他把衣服拉一下，拉一下，对，拉上去，拉上去，很好，对，要开心的笑啊，对，非常好，往后退一点，往后退一点，给水，行了，再来几张 ，OK， 好来，你拿着球啊，摆几个 pose。哎，对对对，像那个头球宝贝一样。艾米，哎，你的辛苦了，谢谢啊，下次见，慢点。谢谢大爷，再见，拜拜。淑菲，啊，我等一下要去拜访客户，回不了公司了。这些衣服啊，你收一下带回公司好吗？哦，好吧，慢慢收啊。嗯，谢谢。许安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师傅师傅，你帮我把这些带回去吧，放我桌上就行。我还要拿衣服呢，这么多东西，我一个人怎么拿得过去啊？哎呀，反正你总得要回公司的嘛。我还要赶回去喂球球呢，喂球球，哎，狗。哦，你要喂狗啊？要不然你看这样吧，我帮你把这些收一收，你呢去叫个出租车，我啊帮你放到出租车上，这样总行了吧？好吧，好吧。哎，行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哎呀，你去叫车吧，给我，给我，给我。哎，你把这拉链拉上。哎，好好好。姑娘，别睡了，到你公司了。嗯。啊，到了。是的，是的。哦哦，那个多少钱啊？20。哦，好。来，麻烦你把发票给我。好的。嗯，谢谢啊。哎，你拿好。哦。嗯。哎。
摄像机呢？天哪，该不会我没带上车吧？哎呀，你这冒冒失失的干嘛？哦，对不起，方总，我要出去找东西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哎，外拍结束了。嗯。大伟呢？还没回来呢。什么东西找不到了？摄像机不见了。许安让我先带回来，现在发现它不见了。什么？摄像机这么大的东西你都找不到了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马上就回来。你要是找不到，明天就不要来上班了。碰到你这种员工，就来找我五十块。他把摄像机给弄不见了，气得你家老大差点没把他劈成两半。哎，这个淑妃啊，我真不知道当初是谁把他招进公司的，迟早被方唐开掉。不是迟早，应该是明天，因为方唐要他找不到摄像机，就不用回来了。到一个摄像机包，大概这么大，是黑色的。没有。谢谢啊。啊，没事。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摄像机包，大概这么大，是黑色的？没有。没看到啊。好，谢谢啊。没事。吴安。你在哪里？我现在在金鸡湖景区呢，公司的摄像机不见了，我该怎么办呀？你先别着急。要是摄像机不见，我就死定了。你先冷静下来，我马上就到。这家伙不是让他待在原地不要乱跑的吗？哎，真是的。快醒醒，你怎么了？快醒醒啊！他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淑妃，醒醒！救护车吧！啊，淑妃，淑妃，这女孩是你朋友吗？她刚才突然昏倒了，挺吓人的。她是我同事，帮我叫辆车好吗？哎，那我先去叫车啊。怎么会在这儿？这个问题得问你自己了。心跳、脉搏都还算平稳，就是血糖有点低，其他没什么问题。所以给你输液呢，只是补充葡萄糖和维生素，在这输完液就可以回家了。之后啊，要注意压力不要太大，饮食一定要正常，这样才不会再次晕倒。医生，需不需要详细检查一下？他不是第一次这样了。很多时候，他一不注意就会睡着，这样算正常吗？睡着和晕倒是两回事，不过如果睡着的时间和地点太过反常的话，那的确是要做详细的检查。那医生，麻烦你给他检查一下。啊，不用麻烦了，我有猝睡症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猝睡症，这什么病啊？啊，你回来了！你怎么在这里？我不能来吗？快去洗手，我给你做了夜宵。我看你忙了一整天，忙得连短信都没空回我一个，肯定连晚饭都没吃吧？快吃吧。我辛苦了这么久，你就给我看这种脸色？你把那些新人扔在饭局里，这件事要不要解释一下？
我要解释什么呀？饭局是黄总监交代我带人去的，我知道你不喜欢，所以我就提前离开了。再说我临走之前也特意提醒过林飞，让他们找个借口脱身。我不知道我做到这样还需要向于总监你解释什么。敏儿，还是说你是要我给你心爱的林飞一个交代呢？我们能不能就事论事？说到底，事情只要扯上林飞，你就变成另外一个人。我在跟你讲道理。是，你是在跟我讲道理，可我在跟你谈的是爱情啊。我不懂，你为什么一定要扯上林飞呢？你不懂，那我来告诉你。你说你对他没有半点意思，那干嘛留着这些？你为什么要碰我的东西？对，我是不应该碰你的东西，我应该继续自欺欺人，以为她真的只是你学妹。你没话可以说了吧？那我来替你说。自打林飞出现，你的心思就一直在她身上。她受委屈了，你替她出头；她被别人欺负了，你替她打抱不平。现在你还为了她不惜得罪总裁的朋友。那接下来呢？是不是要为了她跟我分手啊？我们分手吧。我本来想装得若无其事，但我发现我实在是做不到。你心都已经不在我身上，不属于我的爱情我宁愿不要。谢谢啊。怎么样，头还晕吗？还想睡吗？要不要紧？没事了。来，上车吧。慢点。摄像机包还没有找到，怎么办啊？你人都送急诊了，还担心什么摄像机啊？摄像机找不到，我就死定了。你那个猝睡症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很危险吗？还能不能工作？能，当然能了。你看我活得好好的，就知道我的病不是很严重。我这个病啊，就比平常人爱睡觉，能睡觉。怪不得你走到哪里就睡到哪里啊。我的病是小事，摄像机才是大事。哎呀，你说我这什么脑子呀？怎么总是丢三落四的？哎，你说会不会落在出租车上了？哎呀，可是我根本就不记得出租车的车牌号啊。有没有拿出租车的小票拿出来看看？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？一般上面都会有电话的。啊，还真的有哎！哎呀，啊，喂，你好，我今天下午坐你们公司的出租车，是84215车牌号。哦，我有一个摄像机包落在车上了，是一个黑色的。找到了，啊，谢谢啊。那个，你们地址在哪儿？我过去拿。好，好，好，谢谢啊，谢谢啊。找到了！哎呀，吓死我了！幸亏有你，不然我就死定了。喂，你的小命是他救的吗？是谁送你去的医院？谁帮你想起这个线索？现在又是谁大晚上的要载你去拿摄像机啊？是，今日大难不死，以后必定以身相许。不要。哎，我要报恩，你不要的。像你这么好的，让我哪里找呢？干嘛不说话？沉默是我对你表示轻蔑的最好方式了。
你就别说话，我就不信你憋得住。哎呀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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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生气了啊！今天谢谢你，开车开车开车。你不回家呀？我看着你进门再回去。哎，上次你就坐在家门口直接睡着了，不是吗？哎呦，上次只是突发事件而已嘛。反正我要看你进去再走，快点。那个兰导，今天谢谢你，麻烦你了。那个，你一定要帮我保守秘密啊。知道了，滚。我这就滚。是这么滚吧？回来了，怎么还转上圈了你？哎呀，我这叫滚！你不是外拍早就结束了吗？怎么才回来啊？是早就结束了，可是一回到公司才发现摄像机不见了，还好蓝天帮我找到了。你差点把摄像机丢了？嗯。你什么脑子？那很贵，你知不知道？哎呀，我当然知道很贵了。方总说了，他说如果我明天要是不把摄像机找回来，就不让我去公司了。我这一天天的本来就累，本来就精神不济了，还出了这事，哎，我是急的呀。后来我就在街上晕倒了。晕倒了？嗯。你有没有摔到哪里啊？腿、胳膊？嗯，没有，我没摔着。哎呀，后来被蓝天发现了，然后就送到医院了。蓝导？嗯。他也去外拍了？没有，我刚好接到他一通电话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一觉醒来就已经在医院了。本来没事就可以回家了，他非要让我做全身检查。我这一听全身检查，这个紧张啊，我就怕他查出我有猝睡症，所以只好坦白了。那他现在已经知道你有猝睡症了？对啊，你不知道他刚才看我的眼神，就像看我得了什么怪病一样。你这个病在平常人眼中就是怪病，你也不能怨他呀。可是你好久都没有发病了，怎么突然又这样了呀？可能是累到了吧。哎，你说蓝天平时跟我结了那么多梁子，他抓住我的把柄，会不会跟公司说呀？我说你呀，能不能别用你的小人之心夺别人君子之腹啊？他要是小人，他还送你去医院干嘛？哎呀，你干什么戳我脑袋呀？我的脑袋已经够可怜的了。最近动不动就有人说我脑袋有洞，又戳来戳去的，我人生第一次感受到没爹疼没娘爱的感觉。有那么夸张吗？对啊，怎么没有那么夸张啊？你是不知道那个方总怎么骂我的，被他骂的我都没有自信了。哎，我人生的明灯什么时候才能被点亮？行了，你看你每天吃饱睡足的，别发牢骚，你那盏明灯每天都亮得很。哎，别说我了，你呢？姻缘姐还有敏儿姐，他们有没有找你麻烦？我就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喽，你就不用管我了。你就别逞强了，你拿什么跟人家斗啊？淑妃，说真的，你说公司要是没有这些尔虞我诈、你斗我斗的，该多好啊。是啊，不过蓝天不是说了吗？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，我们只要做好自己，不同流合污就行了。你说的倒是挺对的，可是就是有人不想让我好过呀。我觉得进入职场的第一步就是要认清谁是敌，谁是友。有一点你肯定能认清，因为我永远是友。我当然知道啦，你永远都是我的好朋友。你干嘛又点我脑袋呀？我要把你的脑袋点开，这样你就不会是猪脑子啦。嗯。天哪，世界上还有这种事情？说睡就睡了？脑干睡眠觉醒中枢功能障碍，因而产生白天过度嗜睡、猝倒、睡眠瘫痪等症状，目前只能控制，无法完全治愈。喂，你怎么了？
淑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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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，淑妃。嗯。哎，蓝天，你查这个做什么？谁得这个病了？哎，你是被怪病吓坏了吧？好好的查什么猝睡症啊？把我的电影都关了。他怎么了？哎，没事吧？淑妃，淑妃，救护车吧。淑妃，淑妃，没想到平日里看着活蹦乱跳的，竟然有这种病。那你呢？你的梦想呢？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梦想，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好好在家有购物上班，做一个最正常的平凡人。你现在还不够平凡啊？我一点都不平凡。我妈说我是睡美人。睡美人？哎，你妈还真是会编故事啊！啊？你笑个屁啊你！话不投机半句多。原来他说的睡美人，是指他的病啊。哥，总算找到了。哎，你家球球昨天怎么样？饿着了吗？哎，总算把他拿回来了。钥匙丢了，得赔多少钱啊？那就请你以后外拍之前，先把你家球球喂饱，别再让我做这种事情了。你知不知道我昨天晚上，简直是精疲力尽。哎，好了好了，谢了谢了，我回棚里去了啊。啊。嗯。喂！你吓死我了！哎，你才吓死我了呢！你要睡在这里啊？谁睡了？你别总是睡来睡去的，你能不能忘了这个病啊？喂！哎呀，原来你这女汉子越睡力气越大，是不是啊？还说。